长相思，活该你能火。知道现在每个电视剧都做角色号，但和观众互动感这么强，演员们这么团结的也不多了吧。回春堂文小六编辑了毛球的微博，香柳回复一个问号，文小六立马求饶。毛球还偷偷发微博晒主人的丑照，结果被香柳抓包让删掉。涂山璟惹小瑶生气了，凌晨1:39还睡不着，忏悔永远不会再有第二次，大半夜搞纯爱不说了，早上5还要起床给小妖做早餐，那三个还在睡懒觉，妲己已经起来挖野菜了，活该他有老婆，这都是他应得的呀。不仅如此，官方为了让观众有代入感，所有设置都符合剧播时角色的状态。涂山璟号刚开播时是快死的状态，他的号就是黑的，因为他又是手部，所以开通了 sweep。 表哥的号在没认出小妖的时候都戴上了阿炳眼睛，暗示他是瞎子，而还专门为角色设置了法战墙和加分扣分榜。目前表哥仍然稳居第一位，观众追剧体验一流，剧组演员氛围也好，真的不怪长相思能火。